Cybex 770T 商用跑步机维修，健身房淘汰转增消防单位的跑步机，可能前单位没有定期维护保养，跑步机踏板及多处都生锈了，费了很大功夫才拆下两侧踏板，全机内外吸尘清洁。跑带都破裂了，是决定维修的主因。新旧跑带比较，车架清洁润滑，跑板清洁，电机室吸尘清洁。生锈部分清洁，防锈润滑。换装全新跑带。前后滚筒清洁，润滑。马达清洁及清除沟槽卡垢，跑板加吸油润滑，各部件润滑防锈。启动测试，负载测试，踏板除锈，喷油防锈。装回原本生锈难拆的踏板，各部位擦拭清洁，负载测试，装回前盖并擦拭清洁，整理好了，消防人员可以好好运动了。完工，江师傅的日常，谢谢收看。